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说你是我们的亮光，耶和华，你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们今天再次要来宣告，耶和华，你是我们生命的亮光，点亮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也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知道，当我们面对新的一年的开始，让我们在不管是在身体的健康，或者是在我们的学业，在我们的课业，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在我们这些的经济的样子，还有面对的现在的疫情，主耶稣，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供应者，让我们可以继续带着你给我们这些应许，让我们不惧怕，让我们可以继续来向前行。我们再次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一起来追求，一起来等候上帝给我们的应许。透过我们在敬拜当中，在神的话语当中，在默想当中，耶稣，让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经历到主你的安息，你的满足，主你的力量。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必要得到他的力量，得到他的安息。主，我们也谢谢你，主啊，你不是在今世当中，你透过这些人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帮助。主啊，你也好在几千年前，你对困苦穷乏的人，那些口渴的，舌头干燥的，还有那些无家可归的，主，你也一样应允他们，说你必做每一位的父亲。愿每一位的父亲耶和华耶稣基督你自己，今天我们来寻求你面的时候，我们注目看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必要得着全然的力量，全然的信心。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注目看耶稣。
耶稣，是的，我们要来注目看着耶稣基督。主耶稣，当我们注目看着你自己的时候，主耶稣，我们再次与你的力量、与你的思想、与你的信心再一次连接。主要让我们今天特别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圣灵，我们知道你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主要你是超过任何空间、物力，主要这些距离的主，而且你可以渗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要透过我们现在一起来等候寻求你的时候，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圣灵现在就居住在我们里面。我再次邀请每一位，你开启你的口，真的在你的灵里面全心的来祷告，来追求。我相信神他的灵要大大的浇灌你，在新的一年当中，他要开启更多的你的信心的眼光，你要走进他的应许祝福当中。我们一起同声用方言用悟性来祷告。希克利亚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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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 did it, did it,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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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力量也要再一次被更新过来，信心也要再一次被提升过来。希克利亚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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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克罗罗罗罗罗罗，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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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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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索克罗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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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滴滴滴滴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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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克罗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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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克利亚拉巴拉巴拉巴，希克利亚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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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希克利滴滴滴滴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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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主，我们再次谢谢你，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让我们看见你千年不变的爱，还有千年不变的应许，就是你将你自己的同在，透过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显明了你的医治，你的拯救，也显明我们在生命里面有时候遭遇在患难的时候，你是我们的陪伴。主，谢谢你透过耶稣走到那瞎眼的面前，你对他说，你看见了吧。你走到那血肉妇人的面前，你对他说，你的罪得赦了，你的病得医治了。你对那在树上的税吏撒该说，我要走到你的家里面去。就你对每一个人量身定做的，对每一个人的接纳，还有每一位我们在生命里面所面对到的挑战，主，你都用你独特的方式成为我们每一位的安慰，我们的鼓励跟拯救。主，你更透过那死里复活的大能，主，你下到阴间，主，你除灭一切魔鬼的作为。主，我们知道那在阴间那些的恐惧，那些的恶势力，主，你灭尽了他们。主，要让那一些曾经在生命当中让我们蒙羞的，或者这些欺骗的、偷窃的、杀害的、毁坏的，耶稣，你带来得胜的力量，因为死亡的权势没有办法胜过耶稣基督君王的力量。你那死里的复活的大能，战胜一切的谎言，战胜一切的虚假。主，我们知道这些应许，但是今天我们也再一次说，我们不只要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走在这些旷野的道路，走到这些有很多石子的道路，或者在面对一些不容易的状况，其实还有很多一些喜乐开怀的时候，不论在喜怒哀乐的时候，你说我们不只可以来依靠你，你今天要对我们每个人说，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主，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是要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说，你不是独自一个人面对的。你有时候觉得那力不从心，耶稣说，我与你向前行，我在你的里面。我们今天要来做出一个选择，让我们的心思不再受骗，让我们的心思，让我们的眼光不是看在外在的环境而已。当天上的云朵，当天上的太阳虽然升起，但是雾气还在空气当中弥漫的时候，你或许会觉得今天是阴天，
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被我眼睛所看见的，以至于让我们心中产生一份的恐惧感。若是你有这些被骗的经验，或是你曾经有一些这些担心的意念，我今天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让神帮助你看着事情跟世界跟人的眼光有一个新的开启。就如同雨后看见那美丽的彩虹，在你在雾茫当中，其实突然看见拨云见日的蓝天。当你口渴了，你旁边的同事为你预备了那一杯的水。当你走在绝境的时候，你发现我怎么还活着？让我们今天不只知道，让我们真实的跟耶稣基督说，我要选择顺服你话语，我相信你在我们生命册当中所列出的这一长串的祝福，我们会走进这个祝福里面。我知道你会说，有时候你也有一连串的困苦，的确在很多生命的过程当中，成长的历程里面，的确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腿酸，也会有跌倒的时候，但我要告诉你，这些咒诅、这些困难、这些痛苦，凡所有依靠耶稣基督的人，必要重新再一次站立起来，你的腿的肌肉会刚强起来，你的腰部会开始恢复那个力量，你过去所承受的或经历到你觉得家庭当中的咒诅，你必须知道上帝耶稣基督与你同在，他可以断开一切的锁链，他可以让你的生命走在这个祝福当中。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祝福远超过你这个存在的个体。如果你觉得你这个个体只能容纳 70% 的，但是想想当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他要赐福给他，包括他的子孙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我想在那个时候他一定会觉得这是他的人生吗？但是当上帝对他这样说的时候，当你的父亲这位有权柄的人士对你这样说的时候，这个祝福、这个人生是你的。但是亚伯拉罕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着他的相信，当他因着选择相信神，说他的生命是如此的丰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而且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以至于上帝赋予他很多的力量，让他蒙福，他也使更多的人来蒙受看见耶稣基督的祝福。主啊，求你现在就帮助我们，
一起在敬拜的弟兄姐妹家人朋友们，让我们在生命的现在的境况当中，让我们再次说我愿意，我相信，在我个体有限的思想有限能够发展的样子当中，再一次打开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心灵的眼光，来看见耶稣基督你所要成就的事情。圣灵，你现在一点一点拨开挪去那些令我们拦阻我们走到你应许的这些的困境当中，我相信今天圣灵会帮助我们淡化掉而且挪去那些在你心中坚固的那些不能改变的负向的思想，当那一些上帝的话语正向的力量进入到你里面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正的力量会帮助你在新的一年的季节当中，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里面，你真的会走进那天开了那生命要开始发芽的成长的状况。我邀请你真的跟我一起更多的来经历他，寻求他，仰望他。当我们专注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他那个同在的力量要先来充满你，安息的力量要进到你的里面，让你更多享受他的爱。我好像看见就是一个花园，然后里面有一个小亭，有一个亭子，然后上面堆满了很多东西，但是你就坐在那个亭子当中，有一个歇息的地方，
在那边休息。好像这些杂乱的东西就代表你现在的生活，你所面对的压力，你的家庭，你的工作，甚至是你的业务，你跟老板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可是在这些杂乱当中，神他依然为你预备了一个位置，让你可以在那边安息。那个位置就是专注注视在耶稣的身上，让你注视在他的身上，你的重担就能够交托给他，就能够得到安息，就能够得到满足。当神也在邀请某一些人，你有多久没坐到那个位置？你有多久没有跟神好好的亲近了？跟这位爱你的天父亲近？就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安息在他的里面，重新得力。我相信今天上帝的心意是要来祝福我们的，我再次说，上帝今天他的心意是要来祝福我们的，他要透过的方法你可以了解，还有你现在正在执行的方法要来祝福我们的生命。若是你现在是坐在一个角落，一张椅子，或者是在沙发，或者是你在厨房，或者你是在户外，我相信你现在都能够领受到上帝要给你的祝福与力量。当我在更多敬拜等候的时候，我觉得圣灵让我想起，每当我的身体有状况的时候，
当我去看完医生，然后吃下那医生给我的药，在那当下，其实身体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感觉的。那个药随着水进入到我的身体里面来，当下是没有很多的变化，甚至是没有变化。但是这样子一次一次的按时间的将医生给我的药服用到我的身体里面的时候，我发现有些的症状开始离开了。我也想起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些的治疗，甚至现在你可能也在做一些身体疾病的治疗，当那红外线照射在你的身体的每一个地方，或者那些放射性的治疗照射在你身体的那些需要被医生判断有肿瘤或者需要做处理的地方，其实我相信你是没有任何太多的感受，但是可能在几个月之后，当你再一次回到医院你去检查的时候，那个肿瘤可能消失了，那个不通的地方可能已经恢复了。有时候你会觉得哇，那是我看不见的，但是真的有一股医治的力量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来。这就如同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等候他，我们敬拜他，我们读他的话语，当我们看见这些上帝的话语，就如同最近秋哥跟我们分享的，在这一些的 SOP 就是这些写下来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加上相信上帝医治的大能，相信他的恩典按照每一个人的需要充充足足的要成就这一切，要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我觉得在新的季节，在2021年的时候，神要带下一个新的相信的心，一个积极的眼光，一个新的意念对你说，孩子啊，不要害怕，我必要帮助你。当你听到，但是你又想要抓到一些证据、一些力量的时候，我会跟你说，你抬起头来，注视一下天上的你暂时看不见的耶稣基督，但是他在天上用慈爱的眼光看着你，甚至他已经抱抱你，以至于你可以站好不会跌倒。当你觉得很难过，你没有办法去面对下一步的人生的时候，我要邀请你做一个深深的呼吸。那个供养的24小时供养的耶稣基督天父上帝，他依旧存在。这些在你思想里面被身体的状况、被经济的状况、被外在的状况、被人的话语所受的惊吓、所受的恐惧，让你那些不舒服的感受
你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名，你命令他要离开，将这一些的感觉，这些负向的感觉全然交托给耶稣基督。恐惧是我们学习来的，但是信心也是我们可以学习来的。其实我相信有一些人，当你在面对一些小动物的时候，有些人看到蟑螂毫不紧张，但有些人看到蟑螂他很害怕。我相信这跟每一个人的过往经验或者是处理事情的方式的经验都有不一样，但是既然我们知道可以处理，好不好让我们今天我们也来处理我们的信心。当我们来追寻，其实我们一直来追求耶稣的时候，注目看耶稣的时候，其实我要真的很确定很确切地告诉你，那个力量会进来，那个信心会进来。那更多的力量信心的眼光进来的时候，可以带着你胜过你心中的歌利亚，你环境的歌利亚，那一些在你生命里面叫嚣的会因着你的信心全然消灭。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信靠你的人，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我们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断开有一些在我们思想当中，好像那些好日子来的时候就要担心会不会有一些的忧虑也会来。主啊，让我们这些有时候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这一些错误的信念，主耶稣今天要离开在我们的思想当中。主啊，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所赐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那个平安的意念让我们面对有时候真的有下雨，真的有风浪，但是我们是可以度过的。好像在灵里面有更多的领受，说有些人你会问说，是的，我真的要来选择，有这样子的信心，以至于让我可以面对这一切的担心恐惧害怕，但你还是会问说怎么样可以有更多。我觉得圣灵要对我们每个人说，他说让更多的来到他的里面，来接受这一份爱。我们应该听过爱既完全，完全的意思就是知道让我们在爱中我们是有份依靠的，我们是有靠的，靠山的。这份爱是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也会透过他在地上的每一个所相信的儿女，你要来分赐这份爱。你在家里你可以领受到耶稣满满的爱，但是你也要走到教会当中，走到小组当中，这一些所有领受上帝爱的神的子民，你家庭里面的其他的兄弟姐妹弟兄姐妹，
一起来分享这份爱，让你的信心因着天父的爱，还有在教会当中，在小组家人当中彼此相爱的心，这些互动更多的来坚固你心中的那一份爱，让你知道你的受造不只奇妙，是被爱的。我邀请每一位在线上一起敬拜等候的弟兄姐妹家人，回到那爱的小家去，回到那爱的小组，回到那会跟你一起走过那些高山低谷的你的属灵的家人伙伴当中。在疫情里面，我们担心的一件事情，群聚里面是会，如果是有病毒容易感染，但是在病毒除去之后，当你戴上口罩之后，但是那一份爱也是可以感染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阿爸，让我们今天有这个图像，这个画面，离开那个孤单，走进上帝为你预备的在主里面的家人。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走到小组里面去了，如果你还是有点担心，现在科技很发达，你也可以走到线上小组，透过线上的这样子的互动，就像现在我们一起在视频当中一起来鼓励，一起来等候，一起来敬拜，让我们所分享这些爱的信息，我相信你得到鼓励，我也得到鼓励，你回到神的家中，让这些上帝家里的这些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或者这些的长辈，也要成为你支持的力量，你爱的力量。主要帮助我们这些世上已久流浪在外面的属灵的家人，甚至不知道这些地方的，主要我相信你要让我们找到一个属于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家，那些已经知道你要去哪里的，赶快回去跟你的属灵的 小组来报道。若是你不知道哪里有的，我相信当我们现在你会点阅到这个频道，这下方也有很多关于爱的资讯，你可以找着在你的地区，你或许在澳洲，或许在美洲，或在非洲，在欧洲，在东南亚，东北亚，我相信你可以找到一群在耶稣基督里面充满爱的这些的大天使小天使，要成为你生命的祝福。让你今天寻找的人必要寻见耶稣基督的力量。在圣经诗篇139篇，这边说，你可以往哪里逃？你可以往哪里去躲避神的灵？
神说他连你的头发都数过了。神在天上，在地上，在你的心中，他在天涯海角。所以耶稣基督的手，他要引导你，也要来扶持你。那我今天再次做一个邀请，欢迎每一位一起敬拜等候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可以一起在新的一年来到神的家当中，我们一起来领受爱，我们一起来分享爱。主，我也再次奉耶稣的名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家人，让我们每个人在新的2021年，我们找着耶稣基督，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以外，你更多的来恢复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这些负向的思想意念靠着我们来寻求你，专注在你的面前，还有参与在这样子爱的小组，在团契当中，在敬拜当中，更多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生命不只有这些基础，有这些根，让我们的生活也是有根的，也是有基的，以至于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来照应。当我们注目在耶稣，我们知道我们的肺腑是神所造的，我们每一位在母腹当中，你已经复辟了我们。我相信每一位上帝所爱的儿女们，你一定会站立起来称谢这一位创造你、爱你的耶稣基督，知道你的一生的祝福在耶稣基督里面是真实的，是确实的。在新的一年当中，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当你每次在寻找神的帮助与力量的时候，那颗愿意的心就与神那愿意帮助的灵来连结。我们知道在新的一年，你要让我们从灰烬当中站立起来，让那些在修路当中的也要再次重新站立起来，在伤痛中的要重新站立起来，在疾病当中的重新站立起来，在失望当中的也要重新站立起来，在哭泣当中的要重新站立起来，更是在那些一无所有中的要站立起来，因为你是做新事的神，有新的事，有新的荣耀，在新的季节，冬天已过，春天已经来到了，看那户外的空气已经不再一样了，我相信有一个新的更新的力量，更新的祝福在你在一个新的相信当中要再次被恢复过来。我邀请你将你的手按在你的心上，跟我一起说，亲爱的耶稣，我谢谢你如此的爱我，我愿意再一次将我的心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掌管我的一生，我也承认
在过去的日子，在过去的日子，我依靠自己，我依靠自己，只相信自己，只相信自己。耶稣基督，你的宝血，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来赦免我，来赦免我，来洁净我，来洁净我，让我的心，让我的心，全然的来依靠你，全然的依靠你，来相信你，来相信你，依靠你的大能，依靠你的大能，重新再次站立起来，重新再次站立起来。求你听我的祷告，求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若是你跟我一起这样祷告的，我相信耶稣基督他要带领你的生命走在他丰盛的祝福跟应许当中。耶稣，我们真的再次向你献上感谢，当我们注目看耶稣，我们定睛看耶稣，仰望这一位圣洁公义的耶稣基督。耶稣，我们知道你必要带领我们的脚步，其实当你会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态度是谦卑的，是柔和的，你也知道这是他所喜悦的。让我再次用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应许，在生命记当中的一些经文，我今天要来宣告这一切的祝福在你的生命里面。耶稣，我们今天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家人们，让我们若全心的顺服我们的上帝耶和华，谨遵他今天借着我吩咐你们一切的诫命，他必使你们超越天下万国。若我们越听从上帝耶和华一切的话，耶稣你说所有的福气必要临到我们，而且要来追随着我们。我今天真的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来宣告，无论你们住在城里还是乡村，我们都必要蒙福，我们的子孙也必要昌盛，五谷丰登，牛羊成群，还有你们的篮子和揉面盆都变蒙福，你们必出入也都平安。耶和华必使来犯的敌军在你们面前溃不成军，四散逃命。耶和华也必要使你们凡事蒙福，五谷满仓，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必在他赐给你们的土地上赐福与你们。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说我们也遵守你诫命的，遵行你旨意的，主啊，你必按你自己的誓言使你们成为，我们成为你圣洁的子民。主啊，这一切被偷窃杀害毁坏的，主耶稣你要亲自来追讨他们。主啊，你要再一次将这一切你给应许给我们，在耶和华向我们祖先所启示要赐给我们的土地上，主你说必使我们的子孙昌盛，牛羊成群，五谷丰登以外，耶稣你要为我们打开天上美好的仓库，使你们风调雨顺，凡事蒙福，你们必借贷给多国，却无需向别国借贷。主你也说，当我们听这一切的诫命，谨慎遵行，毫不偏离，也不随从供奉别的神明，他必使我们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总是将这样子一个超过我们想象的祝福，主啊，为我们预备着，主啊，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就全然要走进这个祝福应许当中，主啊，让这些的 SOP， 主啊，加上恩典，主啊，这一切要经历到的，主啊，就是让我们要开始行动，主啊，将行动力赐给我们，让我们担重担的来亲近耶稣，当我们渴的来寻求耶稣，当我们定睛看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与他的信心祝福同步。我们最后再一次来唱这首诗歌，注目看耶稣，让我们定睛看耶稣，
让我们充满着耶稣。烦恼苦中担，当亲近耶稣，迷向安息。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来注目看耶稣，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与你所有的应许力量来连接。我们再次献上所有我们的祷告敬拜，还有我们所宣告的这一些的应许，我相信你必按你丰盛的旨意加倍的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将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